可能就是我了。把你带来这里是我的错，你赶紧退出游戏回家吧。喂，我有答应让你们退出了吗？团长，这下麻烦了。小华灵，你竟然帮着外人干掉了伊塞菲亚，难不成想背叛道团？你这样做对得起我这么多年对你的栽培吗？你的恩情我自然回报，但是我不想你再通过这种卑鄙的方法骗取其他玩家的钱了，所以让他先走，我们两个的账慢慢再来算。看来你是翅膀硬了，有主见了，但你爸如果还活着，看到你这样对待自己的同伴，该有多伤心呢？别把他和今天的事混为一谈，真正的同伴不是包庇对方的错误让他一再的错下去，而是让他回归正道。所以梁叔，收手吧，放这些人回去。你怎么就确定你爸会选择你这边呢？傻姑娘，过来，让梁叔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你可仔细听好了，你的死鬼老爸跟你一样倔，还想要阻止我的宏图大业，所以让他去死了。不是要和我算账吗？那我就跟你一笔一笔的好好算算，包括你那个蠢货父亲的账。那天我们护林队接到任务，要去森林中的古代遗迹里巡视一下，是否有被盗猎。开始我们想糊弄一下就算了，但你爸却执意要前进。没想到在遗迹深处发现了好东西，你爸说必须上缴给国家来处理。这个智障，我们辛辛苦苦干了那么多年，谁不想发财呀？所以我就只好让他们在遗迹里意外死亡了。以前的古埃及法老为了防止有人盗墓，就在陵寝散播一种非常稀有的霉菌，就算中了毒，在法医那里也完全查不出来。既然你要走你爸的老路，那就别怪我。而且我要把我投在你身上的所有钱拿回来。华灵，你没有一毛钱价值，退出了游戏后也立刻给老子搬出荆州酒吧。利用我还害死我爸爸？笑话，什么利用？你的财力都是我给的，现在也只是物归原主而已。这个家伙华灵有多么信任你，你知道吗？信任？值多少钱啊？米莎，你来给这个小屁孩估个价。给我上！好一招声东击西。但你以为这样就能把我困住吗？流金幻影，什么？居然可以和自己的灵兽互换位置？养狗不就是为了帮我卖命的吗？你还真是自私到极点了，专业坑队友。但你现在既没了帮手，也没了灵兽，赤手空拳想对付我的僵尸部队，你没胜算了。小鬼，别以为我猜不出来，怎么看都是这些碍事的墓碑在捣鬼，什么队友同伴都只是会拖后腿的废物。只要有足够的财力，我随时都能发动我的光环技黄金圣堂。巨大的时钟，怎么会？墓碑都崩塌了。光环技正是对场地环境产生影响的技能，不仅能瞬间将场地点燃或冰封，还能影响战局的建筑。比如你照出的这些大墓碑，当然我的光环能力是最特殊的，黄金圣堂每隔十秒可将场地还原，也就是说它可以完美压制其他任何光环技。原来如此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场地上所有召唤出的东西都会被还原到最初的样子，那这些僵尸不光被强化的能力会消失，甚至本体也会消散，
你的道具貌似没几个技能啊，大概是有缺陷的吧。用没经过强化的缺陷品来挑战我，也太自不量力了。被我的剑砍中的每一下都会化成财力转到我的手中，直到把你的财力全部转给我。刚才华灵就是受了他的致命一击，导致财力尽失，被迫退出游戏。不行，再这样慢慢耗下去一定会输的。沈怡，听得到我说话吗？那家伙说的没错，你的道具存在缺陷，而强化道具需要找有铸造师资格的玩家进行改造才行，不然跟月关的 VIP 成员对战简直就是自寻死路。我劝你赶紧找机会退出游戏。越是看似强大的技能，越可能有大的破绽，退出游戏什么的我根本不会考虑。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找到他技能的漏洞。看样子小华灵说的没错，你的确是块财力颇丰的肥肉，可不论多少我今天都要榨干你。你的财力我就都收下了。还是被秒了，本来还指望他能帮我们报仇呢。审判的解释还是那么不公啊。好了，让我看看能从你这儿获得多少财力吧。嗯，钱都没了还笑得出来。越是强大的道具对应的限制也越大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所以你的神灵武装看似完美，但有一个致命弱点。你小子死到临头了还逞什么强？我从没失手过，哪来什么弱点？话说得太满了，你没输过是因为你没有遇到过足够强大的对手。你掠夺的过程必须将财力先实体化，一旦超过你可承受的范围，那财力就有可能变成灾难。你不好奇吗？为什么我的财力还没到你手里？你什么意思？这是，这是我所有的财力，你确定拿得起来吗？你到底是谁？快住手！这可由不得我啊！难道说让财力掉落，你就会破产吗？这里是出租车。小伙子你醒了，年纪轻轻的少喝点酒。喝酒？我是怎么上车的？我之前在荆州酒吧门口等生意啊，一个小姑娘扶着你出来送你上了车，看你睡得这么死一定是没少喝吧。师傅，麻烦你送她到我给你定位的地址。华灵，对了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喂，沈莹，你醒过来了？嗯，你呢？现在在哪儿？我离开酒吧退出道团了，我没办法面对梁叔，我的杀父仇人。现在我想一个人静静。对不起，沈莹，连累你了。没事，我跟豺狼也算是打个平手吧。你可真厉害。但我始终只有一个人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要不要一起？我想组个道团。多谢你的邀请，但我已经怕了，我怕再经历同伴的背叛，而且我觉得我无法再相信任何人了。但是那些都已经发生了，你应该重新开始啊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会选择重新开始的。如果我们有缘的话，一定还会再见面的。再见了，沈莹。双子星，你在吗？哼，之前劝你不要乱来都不听我的，现在又有什么事要找我了？你帮我设置一下游戏的关卡传送点，我想去新手试炼区。啊，你又发什么疯啊？以你的财力有必要去新手试炼区吗？也许重新开始的话可以找到合适的队友。团长，华灵和那个家伙都跑了，要不要找人把他们抓回来？不必了，账号已经破产了，
这事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不然我会被踢出玉关 VIP 的。那难道就这么认栽了？我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关卡被那家伙全毁了，你能咽下这口气？陆水银，这家伙背后一定有什么秘密，我要去个地方查查清楚。The story starts for my Cupid game. I met a girl that day. She's the one controls the fate. I fell in love that day. I have to win her, have to win the game. Well, if you wanna win